喂喂喂，大姐，掌声响起来。我们四人组上台，给大家说个三句半。拜拜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大家欢聚在一起，不管说得好不好，给点面子。要说今年收获大，看有课本抱回家。问我今天学了啥？碰鱼情境比拼好，中俄交流少不了，边来不断些汉语，正好。这里领导都是宝，事务就喜欢的好，公园越来越红火，没错。老师这个很有趣，吹拉弹唱样样行，汉语教的怎么样？不提透题。课外活动也不少，有个比赛汉语桥，要到中国去参赛，把货说好。汉语量词特别多，张桃各位只快喝，记不清楚怎么办？郑永科。这个声调正经多，啊啊啊啊想唱歌，上课老师想指挥，不错。唱语字词变黄了，过去将来不用乐，用不对来闹笑话，不知足不国。中国文化太复杂，琴棋书画诗酒茶，问我什么最拿手？喝茶。大家有缘在一起，同将汉语来学习，夸我汉语说得好。哪里哪里。今天说这么多，大家别嫌我啰嗦，我给孔院送祝福，亮色屁股。哎哎，是不是还忘点啥？新春快乐。Деньги есть? Раньше ровер. Денег нету, game over. Мы как Битлз. Ой. Я забыла. Подожди. Все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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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поехали. Нет. Поехали. Сейчас. Сейчас, сейчас.